对，我们也非常关注叙利亚地震的情况。为了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叙利亚政府和人民的慰问和支持，中方决定向叙利亚方面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，用于提供20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和叙方急需的救援物资，同时加快落实正在实施的粮食援助项目。中方相关的主管部门也将同叙利亚方面通力配合，确保上述援助尽快落实，帮助叙利亚方面抗震救灾，救助灾民。